好的，接下来这个环节呢，我们给大家一个随意驰骋的赛场，大家可以找回小时候那个野孩子的感觉啊。我们具体怎么玩呢？舞蹈老师呢会示范我们的这个追逐动作，攻击者呢需要用撒花瓣的方式对另一队来进行攻击，如果是追到或者是逃脱成功的话呢，就可以积到一分，失败者呢要接受我们的惩罚，是由赢的组为我们失败组挑选由勤洗头独家赞助的这个假发，都非常的好看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每个都哇特别有个性，非常的好看，很有画面感。而且如果有一队他连输两次的话，我们就是叠加，就是在一个假发上面再戴一个假发。完蛋了，我们俩凶多吉少，我们俩能跑过谁呢？大潘哥使劲儿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请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老师来示范我们的第一个追逐动作。两手拉在一起交叉，哇你们俩好欢乐啊，就是要横着跑，横着跑，对，快离开现场吧，快离开，就是和你的搭档交叉牵着手，陈茂哥好像可以，没问题，好像可以，来我们俩先选一下假发了，这不可能，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对，变吧，这个鞋很容易跑掉，大呀，这样吧，对吧？哇，直着跑都跑不明白，还横着跑。三二一，走！好快，好快，OK 的 ，OK 的。可以，这样啊，我们第一个要发球的呢就是我们迪哥了，哎，我们首先来请泽林把动感地带芒果卡插入到装置，开启我们撒野大作战的环节。芒果咪咕双会员，看剧追踪最前沿，动感地带芒果卡是中国移动与芒果 TV 专为年轻人设计的5G 潮牌电话卡，现在办还能抽超级盲盒，直击好六现场哦。微博互动好礼相送，参与好六官方微博动感地带芒果卡互动，将抽取十位幸运的观众，赢取最新款手机和更多超值大奖哦。好的，我先插入我们的动感地带芒果卡，启动。好的，做好准备，迪哥和弟弟先。搞不搞得赢哦？搞得赢。我就把左手拿着。就够啊，这么多可以啊。对对对。好，准备开始吧。注意啊，注意啊，估计是我们俩。快回去，回去！哇，你们动作好标准啊！真的假的？蓄势待发啊！直接出去就直接干，干！蓄势待发啊！直接出去就直接干，节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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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快啊，王冕在奔驰，他们两个像骑了两匹马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在奔驰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小凯和王冕要飞起来了，厉害，好厉害，你们四个太吓人了，哇，你倒是走啊，你好吗？怎么这么快啊，真的好快，中间王冕在飞驰，他借用这个弹性，冕哥刚才一脚给龙哥，节奏节奏，看见了哥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天，咱这游戏拼命啊，我的天，拼命啊，一脚给你干的，不好意思，
好，下面由小凯和小勉为迪哥和丁程鑫挑选假发。好狠的心啊！来吧，输了我们。你好慢呀、啊，你不动你跳。我好像没掌握到那个节奏。你们选一个吧，你们自己选吧。哇！迪哥，这是你的。哎，小丁，你的头发来了。不，迪哥的。我比一比啊，说实话，对，好不搭啊，跟我。也是不用把头。这两坨还可以，不用把头拿过来。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把头拿过来比。要不然你俩一人一半，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让他们一人一半吧，让他们一人一半吧。一人一半，我觉得这样吧，我来给他调整一下。后面看不到，然后放中间这里一个。这什么？粽子。一二三，端午安康。可以。好，下面要进攻的是来自蓝队也孩子队的吴昕和老齐。要进攻啊！我跟你说，咱们俩没有什么要求，就是动作一定要标准。对。从我这儿走、啊，没问题、啊，哥。这个手，不，这个手，这个手。行了，来准备。你也可以选他们，对吧？你也可以选他们，都可以。对。别，咱们就可一对抗，你咬着。对。肯定是咱们了，顺时针跑啊！好，冲啊！好，冲啊！动作一定要标准。我们，我的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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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你自己赢了！我的妈呀！你自己赢了，你赢了，老秦。我怎么一点老师教的动作都没看到呢？我的妈呀！朋友们，我没有想到这个动作被我们凯凯做的偷感如此之强烈。他是那种。好，没有能够成功。哇，你知道一回头看他俩，你知道多吓人吗？我看到了，口感好重，我都不敢回头，就一直听老秦说：“我的妈呀！”好吓人啊，你俩都被拆散了，你俩。我已经好几百年没有这种运动量了。没有能够成功，下面由凯凯跟大潘老师挑选假发。你挑选那种能遮挡视线的。哦，哇，太合理了。就这个了，老七，来我看看。哎呦！反了！故意的，你咋看不到？没出现了。哇，你好 QQ 头像啊，还蛮帅的。我看不见。演好帅哦，天哪，帅，真的很帅，好帅，对，哎呦，对，再吹一个我看。
好，下面请老师来示范第二个追逐动作。来，有请。那一二三，一二，两步走下。一二大上吧，一二三走三步，一二三三走三步，退一步，退一步。这有点难啊，这有点难，这只能小退一点。往里面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咱俩只能喊口号。完了，你是谁？好，下面要进攻的是王俊凯、王冕。如果三步没有往后退的话怎么办呢？三步没有往后退我们就犯规，对，就算直接输，直接喊停。小心啊你们俩。不玩了。黄恐怖，黄恐怖啊。哎，你们找谁？女生呢？凯凯，咱俩准备好啊！来来，我没事，好来。哎呀，来准备。可以吧？我们找上挑战开始。可以啊。对不对得上？我好累啊！一二三，一二，那你扔，你扔，你扔，二二，等等，走，十八，走，十八，一二三，回来，等等，一二三，回来。等等，一二三，等等，一二三，等等，四，走大快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加油，加油，一二三，等等。回来，一二三，回来，加油，一圈，加油！一二三，等等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差一点，哎呀，脱手了！差一点，哎呀，脱手了！有人爆装备了，等一下，差一点，哎呀，谁的鞋掉？有人爆装备了，等一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谁的鞋掉？喂，王冕被抓了，喂，王冕被抓了，小凯的鞋，关于王冕的鞋呢？这个鞋很容易跑掉。踩飞了，鞋都飞了。其实差一点就跑回来，你们只要跑到这儿坐下就行。哦，跑到这儿就可以坐下。对呀，你们从这儿出发的呀。跑过了，是不是？跑过了，然后脱手了。好，下面有请大潘和凯凯为小凯和小敏挑选奖牌。赢了，没摔吧？没摔。哇，他们有点快啊，很快。我给王冕选这个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，哇哦，这个挺可爱的，还有造型设计，这个还挺洋气的，行，可以。天哪，这不今年最流行的法式烫吗？是什么玩意儿？就那个刘海。天哪，王冕帅啊！老帅了，绝了吧？王冕帅了呀，王冕。就太好，还长个儿，王冕长个儿了。王冕，这个头发适合你。石凯对我太好了，真的太帅了，感觉我出生就这个发型。好羡慕啊，这头发。小凯这个很帅。哇！小凯这个很帅。哇！人猫啊！挺帅，挺帅。扭一个，扭一个，猫王。可以可以，帅帅帅，法式烫。我都不忍心看他。
我觉得戴上这个假发之后，老秦进入到一个新的人设。我冷眼看人间。我先关灯了、啊。先关灯。好。好，我们游戏。